你真的生一下没受伤怪我呢？不会，现在会怪我啊，真的是我学长啊。老师看看来，哦不错哦，哎，太早了，哦太早了，所以练到最后是每个球都是这个方向哦，不会太早哦，可是你球点不固定哦，变太少了哦，还是固定。手都动，你动一点嘛，后拉这个动作，你看他手一下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动作蛮不错的，我看一下，后拉了 ，OK。他出来屁股，他屁股，爆发力就是出来，脚脚快一点，很好，很好，爆不让他抓脚本能啊。前脚不要开了，还是看看。好，不要动，怎么样？锁住了、哦。他臀部看到没有？后面转，前面没有转喽、哦。翻过来看一下屁股，转看看。训练骨，训练骨，好不？向大家，训练骨，训练骨。我没有看到，这个转就没有转了。哦，被锁住的。好、哦，重心在这边。好、哦，翻过来。OK， 不要动，重心有没有在这边？这很好哦，哦，啊，这前面这边呢，他要锁住，双关节。这打击是不错了，都不错的选手了哈。来，再三个试看看。我的选手呢？哈、哦，我放握得很紧了、啊。打了球之后呢，两个手这样推出去，那这样子握紧会影响到你的灵活度、啊。轻松，棒子拿来不要掉就好了，不要掉就好了。再来呢，击到球之后呢，不要两个手去推啊，太慢了，因为球到后面会有变化嘛，不可能每个都直着让你打。所以说呢，包括投手也这样投直的，他不会投，会乱飘都有可能。所以用这虎口出去之后呢，去击球推出去就好了。虎口去带动之后，带动你的手臂，不要整个手臂去带动虎口。点比较快哦，点比较紧哦，比较慢哦。所以说打到球，练习这个虎口就可以了，两只手会太慢。好，我们试看看。我看他的打球的那个瞬间的力量。延伸了哈、哦，跟灵活度你看一下，跟刚才不一样哦，速度有增快喽，直上，换回来，第三个，这边，哦，太早拉了，太早拉了，不急，想着，其实打击要口诀啊，压起压起，就压起，放心，别人很压起 ，OK。要再看一下吗？那还有没有别人？来来。